暖来了呀！现场了，好、这边呢，在家门口就可以免费看钢管秀了，跟大家一起看，真的是有钢管了。然后我们的大大也在看钢管，对不对？大大，快点！没有，等等。钢管秀哦，免费的钢管秀，哈哈，如果你假日在家无聊呢，现在没什么事呢，我们大家一起来看钢管，好嗨啊！非常热闹，现场难得非常热闹，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九九在干嘛。九九在被小孩摸，九九你不看钢管吗？你不看钢管吗？哎呦，对对。回到钢管的现场，没有看过钢管的，今天难得机会，那一个是掉下来吗？我好想上去跳啊！应该呢，留一只，我应该在我店，等一下。我们店旁边也有钢管，我来这边跳好了，我跟他们尬舞 battle， 好不好？要放大是不是？好，放大应观众要求。直接放大了，好，我们钢管的队伍呢，已经往庙的方向前进了，所以呢，已经各位的福利已经没有了，好，钢管队伍已经慢慢走了，那现在各位，现在回到连环报的现场，换我来跳钢管给各位看的，好不好？我现在在跳钢管，怎么愤怒的人那么多？那大大嘞，大大是我忠实观众，大大我在跳钢管的，大大，我那么吵啊，好，那简单为各位呢分享一下我们这边今天非常热闹，难得预警非常热闹的画面，那再回到我们固店的本身，我们的九总裁躲在小孩里面呢，我在那边偷笑了，大家，弟弟。嗨，打声招呼。嗨，你上直播了呢。弟，你好帅呢啊！好啊，可爱。九九，小弟凑热闹，好，现在，妈在抹钢管呢。你看，我请林妈妈来跳个钢管给大家看好了，不用问过我爸的意见了，我爸应该没差。大大跳钢管，各位，最新的画面，大大跳钢管了，非常难得，大大在跳钢管了，今天有看到有赚到非常难得，我们大大在跳钢管。那大概就跟各位分享在这边，今天非常难得，就是我们疫情呢难得有这么热闹，过年也没那么热闹这就是我们地方庙会的一些活动就在这边喽。好，那祝各位有个美好的假期啊！今天的直播就到这边结束了，拜拜。你妈妈在跳了，她握着钢管就是跳了，她那个好像当鸡同起鸡，我们就直播到这边了，拜拜。